Hello， 衣服时尚的 OK， 三二一 ，Hello， 衣服时尚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赵让。李站，我们教练见面。好，你要预言啊？哇。击剑和不是一个教练吧？击剑和教练好，我没见过他，他个头挺高的，1.9。哇！我今天，哇塞！昨天早上拍了公益，然后转场去拍了这个商务一个专场，然后拍了一个小红书的采访，然后拍了两段小红书的这个视频，一个金剑和一个拳击，然后现在终于结束了。早上10:30开始，到现在应该晚上有7:30了。事很多的时候，感觉一天好快。一下就没了，噌一下就没了，噌一下像我也没了，很充实，拜拜。小红书。